过去一个月，缅北冲突一直是备受国际瞩目的焦点。这场纷争本应是缅甸内政，然而地理位置的特殊性让中国深陷其中。中缅关系为何会变得如此复杂呢？跨过时间感知历史的温度，这里是妙文史，欢迎订阅观看。从中国云南边境来看，这不仅是一场与缅甸内政相关的战争，更是一场牵扯到地区安全问题的危机。中国公安部长王晓红的亲自赴缅甸，以及11月底解放军在中缅边境的军事演习，显示了中方对局势的高度关切。然而令人惊讶的是，中国车队在缅甸的遭袭事件使得中国不得不亮剑示威，而这引发了我对于中缅关系的更深层次思考。为了永久解决危机，中方一直在推动缅甸政府军和联盟军的和谈。中方不仅愿意充当调停者的角色，还在政治解决缅甸内战的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。然而联盟军的反悔让这一切变得扑朔迷离。在13日透露的消息中，他们坦言与军政府的会谈只持续了短短十分钟，并未达成任何协议。这让人不禁质疑，为什么在这个关键时刻他们会选择反悔？或许联盟军看到了军政府的其他筹谋，感到不安和犹豫，或者他们认为在军政府压力下可以赢得更多的利益，因此不急于与中方和谈。无论是哪种原因，这一反悔行为无疑给局势带来了更大的不确定性。缅军士兵实在太饥饿，选择逃出丛林向国赶军投降，并且透露了12旅准将旅长位置，导致旅长被杀死。据悉因为太饥饿了，缅军一名士兵在搜寻食物的过程中选择逃离，向国赶军举起白旗投降。投降缅军告知了国赶军准将旅长隐蔽位置，国赶军在获取相应位置后第一时间实施包围。尽管12旅旅长还有100多名警卫，但是面对国赶军的包围攻击还是难以抵抗。最终国赶军将缅军12旅准将旅长杀死，缅军准将旅长惨死丛林，说明战斗非常的惨烈，也说明缅军在国赶确实很难占到便宜。敏感时刻缅甸高层抵达中国，表达了寻求中国帮助的信号，其实也是追寻和平的信号。中国与缅甸是友好邻邦，缅甸是中国最为重要的伙伴，这一点任何时候都不会改变。缅甸内部发生战乱后，中国多次明确表态不干涉缅甸内政，但是希望缅甸内部尽快停火，通过和谈的方式结束冲突。在缅甸内部局势最为敏感的时刻，缅甸高层开始来到中国了。缅甸副总理兼外长丹穗近日来华，与中方共同主持蓝莓合作第八次外长会。中方一直以来的努力是为了维护地区的和平安宁，而联盟军的反悔意味着和平桥梁将无法建立起来，这不仅令人沮丧，还是对和平努力的一种蔑视。作为中国博主，我深感对和平的期许，同时也对联盟军的决策提出一些疑问。联盟军的反悔是否意味着他们不珍视和谈的机会？在这个关键时刻，他们是否应该更加认真地对待和谈机会，思考自己的选择对整个国家和人民的影响？作为观察者，我们期待着他们能够清醒和冷静地面对军政府，找到解决问题的共同方案。缅甸的稳定与和平不仅关乎缅甸各方的利益，也与缅甸邻国的稳定息息相关。中国方面不允许战局进一步扩大，这在最近中国车队遭袭事件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凸显，中国对战局的强烈不满和决心，不仅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维护，更是出于对整个地区稳定的担忧。当前缅北电诈行动已经进入最后阶段，国际安全形势异常严峻，全球各国都在紧切关注这一事态的发展。在这个危机时刻，我们期待联盟军能够保持清醒和冷静，以大局为重。地区和平是我们共同的期许，也是各方的共同责任。在即将到来的关键性会谈中，我们期望联盟军能够从大局出发，为地区稳定和人民安危着想。缅甸位于中国与印度洋之间，地理位置得天独厚，拥有巨大的战略价值。然而近年来缅北内乱局势的不稳定加剧了地区的紧张氛围，除了维护中国的利益，中方也担心战乱蔓延会对整个地区造成不可预料的影响。剿灭缅北电诈行动正处于最后阶段，此时此刻不仅是中国，全世界都在紧切关注着这场危机。作为博主，我深感这不仅仅是缅甸的问题，更是地区和全球的问题。在这个紧张的时刻，我们共同期待这次会谈的结果，希望联盟军能够认真对待这个历史性的机会，为缅甸和整个地区的发展铺平道路。地缘政治的变局需要我们共同努力，才能为和平稳定的明天奠定基石。自1027行动以来，
缅甸境内的战斗迅速扩大。面对这样的局面，目前中国正在积极协调缅甸军政府与少数民族武装组织会面与和谈，而自诩为世界警察的美国又岂能放过这个机会。最近美国国务院出台了一份2022年国家恐怖主义报告，并在这份附件中列出了美国政府国务院认定的2022年恐怖主义事件的肇事者，也就是恐怖组织。然后在附件中，美国首次将四支缅甸地方武装列为了恐怖组织，包括了克伦民族解放军、缅甸人民国防军 PDF、 克伦民族国防军 KNDF 和钦兰国防军。按照这份报告的说明，2022年缅甸共发生391起恐怖袭击事件，造成2130人死亡，其中缅甸人民国防军是事件的主要肇事者，占总数的 50%， 而克伦民族国防军和钦兰国防军各对 7% 的事件负责。可以说美国政府这时做的就突出一个毫无标准。实际上自2021年缅甸军方发动政变以来，美国带头对缅甸军政府进行制裁，并且西方媒体还有意把与军政府作对的缅甸地方武装塑造成反独裁、争取民主的正面形象，怎么突然美国政府就对他们翻脸了呢？缅甸的情况我们知道那是相当复杂的，将缅甸地方武装列为恐怖组织是一种单方面的政治决策，缺乏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和支持。这样的决策不仅没有考虑到地区的复杂性和多样性，也没有考虑到这些武装力量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情况。说白了，所谓的国家恐怖主义报告本质上还是为美国利益服务，通过这一招既能拖中国下水，也能为军事干预铺路。自缅甸武装发动1027行动以来，美国媒体便将其与中国开展的打击电信诈骗活动联系在一起，甚至暗示这些反政府的缅甸武装是受到了中国的资助。现在把参与军事行动的缅甸武装定义为恐怖组织，通过宣传就能编制中国资助恐怖组织的罪名。此外，若美国再借此将缅甸内战定义为恐怖袭击，则又能在联合国的授权下对缅甸进行军事干涉，如同当年他们在阿富汗的做法。虽然客观来说，美军真的亲自下场干涉缅甸政局的可能性不大。毫无疑问，在中国积极调解缅甸内战的情况下，美国的此举就是在给局势添乱。美国的这一行动可能会破坏中国正在进行的调解努力。这一行为不仅反映了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，也显示出其对国际法和国际准则的漠视。经过艰苦6个小时的战斗，果敢同盟军成功夺下了寇塘据点，战斗的重心是新炮楼据点。这个堡垒构筑在山顶，多年来成为缅甸军队的最强阵地，机枪碉堡、炮楼、炮位和战壕等组成了这个据点。但在缅甸同盟军的强力空中支援下，他们只用了25分钟就攀登至山顶，毫不费力地夺下了这个据点。这场战斗直接揭示了空中力量的巨大威力，山顶堡垒顷刻被颠覆。那天果敢军成功攻陷了芹菜塘岔路口的2号据点和其他一些据点，这对于缅甸政府军来说无疑是个噩耗。这些据点都是建在山顶上，采用了固壁的设计，由大量的机枪碉堡和炮楼组成。如果从山脚下冲上去，估计会有很多伤亡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同盟军的无人机部队发挥了重要作用。为了攻占这些据点，果敢军使用了强大的空中打击，尤其是无人机的轰炸。虽然无人机的数量并不多，但他们的作用却不容小觑。从公布的画面来看，缅甸政府军的阵地遭到了猛烈的空中火力打击，包括碉堡、炮楼、营房、战壕和炮位等都被炸毁了。而且在恶劣的大雨大雾天气下，无人机仍能精确命中目标，真是非常厉害。这一处阵地被炸毁，而且当时的气象条件也相当恶劣。1027行动进行得相当成功，果敢同盟军在事先做了很长时间的准备，然后突然发动进攻。尽管缅甸政府军在缅北战区有几万人，但果敢同盟军还是以相对少的兵力取得了优势。缅甸政府军要么被击败，要么有意地进行战略收缩，退到老街进行固守，等待援军救援。对此你怎么看？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探讨。这里是妙文史，订阅我，和你分享不一样的历史故事。